这种疫情又复发了，这都是在生活卫生上人人要提高警觉啊，生活的形态呀，这都是我们要好好的思考。这都是普天下文化不一样哦，有许多的仪式等等，也都会引起哦。这都是呢，要很用智慧啊，去体会到哦，啊，如何来生活才是呢最健康，而且呢，啊，最能让天下呢平安。就如禽流感、口蹄疫、狂牛症，这已经呢，向来都一直都存在。哎，不管猪啊、牛啊、羊啊，哪一类呢，有了病毒就大屠杀。平静下来，又是大养大吃，总是呢这样的，还是周而复始，都是按那点循环嘛。何必呢？人吃是为了营养，而不是呢光为口欲哦。其实蔬菜呢也是很可口啊。也都是呢，嘛吃个真营养，真的很营养，何必来造业生活嘛？那会造成了你养这个养殖动物啦，因为人口已经过多了，73亿多的人口啊，这一颗地球呢，那这个受到的空气污染呐，为了要供应人的口欲啊，还要养很多的呢排泄的，都是污染到地球，让它很自然的，因为呢六道众生啊，说没有也难呐，但是呢，我们让他们很自然的。这种六道轮回啦，这难免都会有哦。那自然的生活，那不要特别的这样来养啊，那才能平安呐。不要刻意的养，不要呢挥肉不可哦，那就会。地球会干净一点，空气会干净一点，你看到了很温馨的人间菩萨。在云林县哦，啊，有一个家庭啊，他们一家呢是住在一个仓库，密不透风的仓库里，所以慈济人去看呐，啊，哎呀，这怎么能生活啊？里面是这样的脏乱，那周围呢都是密不透风啊。那慈济人呐，啊，不忍心，赶快去帮他们呢清扫了以后呢，帮他呢就是开窗、隔间哦，那等等呢。就翻身一变呢，看变成了这样的通风啦，啊，采光啦，啊，而且呢床铺啊、隔间啦，啊，这都是爱呀，啊，动员人间菩萨改善这样的家庭，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哦，这就是爱的能量啊。真的很感恩哦，那许许多多感人事啦，啊。
尤其是八仙的粉尘豹啊，赵院长他感恩我们花莲的护理师哈、哦，那有两位呢，及时赶到了台北去支援，他不只是支援，还指导哦，让我们的护理，而且呢，这个医护大家呢，这种精神都大振起来呀、啊，如何照顾等等呢、啊？严格指导啦，赵院长说啊，真的很感恩哈、哦，让我们的护理跟医师们呢那样的疼惜这种伤患者哈、哦，那样日夜不休息，因为进去啊都要换这个隔离衣呀、啊。这都要很谨慎才能到达了那里面去、哦、我们的医王白衣大师这样每一天、啊、要100多位，因为换一个药呢就要4个月、哦、那一天2次啊，这样的真的是日期过出来，医护人员呢就是自己不敢喝水，不敢吃饭，也没有时间，他连分秒钟呢都不舍，这个浪费分秒钟，所以他们啊，就是出来吃，或者是呢去上厕所，他们都认为呢，这都是。浪费时间，不舍让他浪费，还要换这样的更衣、哦、还要再更衣啦，这实在是哈、哦，感觉讲这东西洗干，所以他们宁可不喝不吃，就这样在陪伴着。那真的是哈、哦，感觉讲这种爱的能量，还有呢。也看到了一节新闻，也是很温馨啊。高铁发现到了啊，有要从大林或是台中呢，每天呐、啊、要搭了高铁来回呢北中，所以就给了我们的护理跟医师免费这高铁这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被尊重，这就是一大的鼓励呀、啊！的确，真正的一大鼓励。那我们的医护同仁呐、啊，慈济系统的医护同仁，他们呢也是这样，像大林的许医师哈、哦，许宏达医师，他都是利用的。他的假星期六日啊，他就是到了台北呢去支援，因为他说啊，虽然时间不是很长，2天的时间，可是呢，可以让台北的医护人员呐、啊，可以喘息一下，松一下，所以他还是这样的来回啊。喷泼，所以这都是大医王以白衣大士的爱，那这种爱的能量就是最最令人感觉到温馨而祥和的，这种祥和人间、啊、还有呢，我们在重症病房里已经一位孩子出来了啦，因为医师王医师跟他也好，要让他积极一点，他一定呢会让他呢有机会去参加他的朋友的告别式。他终于呢不只是离开家务病房，到了
普通病房，同时呢，他也很勤来复健，医师呢、护士呢也都很尽心的照顾。总而言之啊，这都是呢大医王这种的医者的使命哈、哦。那一分的付出是不没有代价的付出，这种的大爱呀、啊，啊，真是很令人感动的啦。